在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地上，耶稣使我们信他的得永生。这个永生不是永远不会死，我们常常不明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因为爱从天上下到地上来到这个地上，成为地上像父亲一样，成为那完整的人，去为这些犯了罪的人去钉十字架。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。